众所周知，一个人格对上五个敌人，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五个人的死法。别傻逼呀，朋友，给我一点虚弱的空间不好吗？看着进场，看着眩晕，再看着拉线，艺术就是要完美无缺。然而惊喜永远留在最后，在下斩杀元哥，就问你这波第几层？